头等舱有个乘客，但还没有上机。你认识？我想只有你不认识他了。一架飞机，三对男女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人生就是花一生的精力去找回属于自己的另一半，这次我不会轻易放手。冲上云霄，卫视电影台，真爱飞起来。Rotate。